大家好，经过我们几堂课的教学，相信您对手中的 A4 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作为飞行高手晋级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环，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 A4 机身上的指示灯的作用，以便您能第一时间掌握 A4 的各种状态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当前后机臂均为红灯常亮状态时，就说明飞机出错啦。初步判断可能是受到了剧烈的晃动，或者是冬天需要预热一下。第一种情况呢，重启飞机即可。第二种也很简单，只需要来我们的官网升级最新版本的固件就可以解决了。当后机臂为黄灯慢速闪烁时，是说明飞机和遥控器的连接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大家不要慌，先看下是不是遥控器没有开，或遥控器没电了。如果飞机正在飞，与遥控器之间受到了严重的遮挡，也可能出现丢失遥控器信号现象。当后机臂呈现红黄灯交替闪烁时，说明飞机内的指南针受到了干扰。这时只需要打开您的 APP， 点击右上角的齿轮进入工具选项，再点击指南针校准就可以了。在校准时要注意飞机周围不要有钥匙、手机等物品哦。当后机臂和机头信息灯为白色常亮状态时，说明飞机处在禁飞区，此时在地上的飞机是无法启动的。如果飞机在天上误入禁飞区，飞机将会马上开始降落哦，请及时做好接机准备。当后机臂为绿灯慢速闪烁时，说明您正处于 GPS 定位后的初级或者高级模式，遥控器的左拨杆在 L1 或 L2， 同时右拨杆在 R1 或者 R2 时，我们都可以来到这个状态。当飞机处于这个模式时，是可以顺利起飞的。当后机臂为蓝绿灯交替闪烁时，说明您正处于 GPS 定位后的姿态模式，遥控器的左拨杆在 L1 或 L2， 同时右拨杆在 R3 时，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状态。在这个模式下起飞，飞机不会自动定位哦。当后机臂为蓝灯慢速闪烁时，就说明飞机已经搜不到 GPS 信号了，遥控器的左拨杆在 L1 或 L2，同时右拨杆在 R2 或 R3 时，我们依然可以在无 GPS 信号的姿态模式下进行起飞操作。当后机臂呈现紫色呼吸灯状态时，说明您激活了遥控器右侧的一键返航按钮，此时只需要静静地等待飞机自动飞回返航点降落就可以了。当后机臂为绿灯常亮状态时，说明来到了 A4 的功能模式，操作方法为遥控器左侧的 IOC 按钮或 L3 拨杆被激活，在这个模式下可以实现返航点锁定、热点环绕等功能。当后机臂为红灯慢速闪烁时，说明飞机的电量已经低于1/4了，这时如果飞机仍在天上，还是可以任性飞行的，如果选择降落是不能再起飞的。当后机臂为红灯快速闪烁时，说明飞机的电量已经很低了，飞机在进入这个状态5秒后，如果有 GPS 信号会自动进入返航模式，如果没有 GPS 信号就会原地降落哦。当飞机上的所有指示灯全部呈现白色呼吸灯效果时，是飞机正在进行飞控固件升级，请绝对不要拔出电池，并且保持在电量充足的情况下进行操作哦。最后我们为 A4 设计了能够呈现油门输出变化的指示灯，如果油门输出量较大，指示灯颜色就会变得更接近红色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 A4 指示灯的全部状态啦，不知道小伙伴们能记住多少呢？更加详细的介绍欢迎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，进入智导科技的官网，去下载我们最新版本的各类说明书哦。